当我在公司睡醒后，你睡醒了，你工作帮你做完了，你看看有什么问题。不用看，你做的肯定没问题。哎，刚才老板没来过吧？没有啊，来我就叫你了。你真是我见过最好的同事。去哪？我刚睡醒，吹清清醒。哎，今天挺热的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也出来清醒清醒，顺便陪你待会儿。行。你刚睡醒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脸上的印儿还没消呢。我就是趴了一会儿。以后要是犯困，可以来我办公室睡，我那儿老板看不见。好，给你这个提神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这会犯困呢？我刚刚去工位找你了，我看你睡着了都没叫你。行，下回你要有事你直接叫我就行。我没事。出去一下清醒了？清醒了。我说你人缘可真好，睡着的时候好多女同事来找你，不过都没叫醒你。那没准都是路过呢。还好我坐你旁边，不然想找你也困难。那不会，你要是坐别的地方，那就是我去找你了。怪我竟然有你还没回去。我来看看你啊。哎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看你出来我就出来了，公司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给你。哎，你这棒棒糖好漂亮，没见过呀。星空糖。我不自觉的这怪不烦，浮在晚风。有事儿？没事。如果你不说我要是困，你可以来你办公室睡吗？老板看不见。